好，各位，今天来各位示范老鹰的画法。首先，大家喜欢我的画的人，要看这个节目，可以先按订阅。好，开始喽。我们还是从嘴巴开始画起。老鹰的嘴巴。跟鹦鹉很相似，弯钩的很厉害。啊，老鹰的翅膀非常长。他的腿，大腿也是很长。另外一片翅膀。翅膀的内面颜色都比较淡了。
我们来画他的脚。鸟群内都是四只脚趾头，一般来讲站立的时候是三只在前面，一只在后面，可是老鹰是很特殊，它会有两只在前面，两只在后面。好，它爪子勾站的时候是姿势不太一样的。我们一般画鹰呢，只要它站立的时候，要么就站立在大石头上面，要么就站在松树上面。啊，其实真正的老鹰啊，跟松是没有什么关联啊，倒是跟杉树关联又比较大一点。因为今天的主题我们并不是在画到松树，所以我们松树呢就列为象征性的，把它枝干画出来就可以了。松，它的皮会剧裂，裂痕。有很多树木它都是裂痕，但是松呢，它裂痕是最明显的，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出来。好，这里还有后面还有尾巴，我们要来处理出来。啊，因为被松枝挡住了啊，所以尾巴现在看不是很清楚。这是它的尾巴。各位，今天跟各位示范的松呢，到老鹰大叔，我们嘴巴该上颜色好了。眼睛，就瞳孔旁边的颜色哦。
都是黄色的，我们用黄色的让它瞳孔看得比较明显一点。嘴巴，嘴巴用点赭石加点墨，鼻子这里稍微黄色一点，嘴巴这里有点黄色。好，今天跟各位示范的老鹰就到此为止了。喜欢的人记得还是要按个订阅，谢谢各位，再见。